你是不是知道一些跟外面团的事情，比较不一样的事情，他们人请你解释。好，我今天做一次解释清楚。林美玲小姐没有剽窃别人的创意，她是在比赛进行她的世界度外流到受访人，最佳的互人登在杂志上。林美，事情大条了，我知道。我知道我们要怎么做，因为等一下就接到一条电话，而且来受访人的吼，中时间客也是记者啦。今晚8点至10点，连播2集，台视加油美玲。